来，看看这个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个不要脸！这个，来看看这个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就是诡异，这么不要脸啊！挖那么一座坟来了，八代坟他们挖了六代，我特别气愤。一伙盗墓贼把人家埋在地下的祖坟挖了，最可气的是人家八代祖坟他们挖了六代，祖辈们的尸骨也被翻到了地面上，这是发生在河北保定的一起盗墓案。当大妈听到自家的祖坟被挖了之后，而且还是大白天明目张胆的挖掘，这让她十分的气愤。他们没有祖先吗？对，他们也有祖先，他们有往生下辈的。 他们也有祖先，他们有往生下辈的，太缺德了。然而这伙盗墓贼，你知道多胆大吗？他们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在探明这地下祖上埋葬的是大户人家后，他们天天跑来干着违法缺德的事。此地的附近没有坟冢，也没有立碑。那这伙盗墓贼究竟是如何用肉眼查看到地下的祖坟的呢？据男子说到，他家祖上的习俗就是大户人家才下葬，并且会放一些值钱的金簪银簪，大概得命头，最起码得命头。 因为我们是山西大柳树搬过来的，搬过来了根两个，这总共是八代人的坟，推算一下得能推算出来。他这放这带着炸药钱的，金簪的，这就有元宝，这都是没有，有钱的人买，没钱的人买。他家好的，对，我们都是很少这钱，一点没这回事这钱。有个金簪子、银簪子，还有没用的，是吧？ 都是你们这以前下葬都带这些东西吗？这伙盗墓贼最终被赶来的民警现场抓了个现行，从他们的身上也搜集到了一些铜钱，但因为没有太重要的物证，最终被拘留了15天就放了。